美食天地，真帮一个人聊天的来阿勇三，来吃喝了力啊哈。诶，今日我甲你讲，阿勇三，因为我知影你要来，我甲你讲，以前我拢是食八蛋面的，我今天食清饭炖蛋面吧。诶，八道有五五的蛋面。哦，安尼，今日应该甲做到以色香味俱全了。我先问一下，这是吃会饱无哈？你带先做这是吃会饱无？这吃会饱啊！吃会饱，你好。搁吃会卡？真的吗？吃会饱，吃会卡，搁吃会啥？吃会胖。搁会胖就对啊，色香味俱全，搁吃会饱就对啊，安尼好。因为做这料理是安怎，你知道？他是吃不饱的，伊就是好一人一点安尼吃一个口味尔。啊，但是我胃一只到即摆无吃吼，所以等下麻烦你即道第一道菜爱给我吃较饱，你知无？这个我才有气力啦，无我等下无就做这无。这个不简单，个比赛对。真的假的？人家伊句话，伊即卖讲的意思，恁听有吼？伊讲伊今日准备的这道菜吼，是有出国比赛得名的啦。在地食材。在地食材，去去外国比赛得冠军倒转来，对吧？啊，免想讲做甲足复杂的料理。真的吗？简单啊，然后国民的食材还可以登上国际舞台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今日做的什么物件哈？那个黄金炒饭。但是但是黄金炒饭，咱先为进前吼，先了解黄金炒饭的迄种的食材，因为恁甲我若看了伊的食材，你一定会感觉足怀疑足炖的，会感觉讲足低度的，哪有可能讲是外国比赛得名？来来来，往前来，老师你讲一下，咱的黄金炒饭你准备的材料是啥？是这台东花莲的米。台东花莲的米到底是台东还是花莲？台东花莲，台东花莲，阮就是台东花莲迄边遐的米个店啊。两个中，安尼吼，两个中，吼取中间。嘿，啊，因为未使特地土地有在进出这个米。哦，有啥米？地然后是制作的，伊种我迄地生偌济米中心。靓仔，我来当作是主米，还是当作是迄个泰国米呢？这是我们正台湾米哦。对。台东花莲的米。你看伊用这台东花莲的米煮起来是粒粒分明，你知道？你第一道黄金炒饭就是吃着对啊？对。按着啥物？这是咸两粒。咸两粒。咸鸭两粒。咸鸭两粒。太胖。啊，过来。过来就是这腰果丁，腰果丁。哦，那个是腰果。对。我当作是迄种迄个蒜头酥呢。腰果。腰果。啊。青江菜。青江菜。咱当然要爱伊买，过来蒜头。安尼好。系啊。咱进家无吼，先即个会来放落去，互伊去卤椒啊卵。加吼，会啊会，甲放落去卤椒啊卵。这卤还够香诶。安尼吼，啊我你今日我带你去啥物？我知你已经准备好啊。因为我很饿，我个人的已经带来了。我看到一只饭，我就硬夹一整只蛋。好。老师，到底要哪做？咱即马从这边吃。这边吃。对。烧哦。有滚水吓。对。好，放新加用一个水。对，咱这。啊，这是红茶就对了，红茶茶米，啊，过来嘞，来，咱来加豆油，加酱油吗？给你管，这个印尼青的对，安尼都有够啊，有啊有，这个安尼有啊，因为红茶吼，咱台湾前辈间遐红茶伊的质地足水的，真的吗 ？OK 好，安尼刚好要两个了，好来过来。这边加做汤底，准备这就是要做卤食的啦。哎啥？盐。盐花啊。嘿。吼。啊糖。啊，搁糖都对啊。嘿。啊，搁爱啥无？安尼就好。啊，搁放一个大的干辣椒。大的辣椒都对啊。嘿，咱讲宫保。哦，宫保，安尼加放三四支啊，都。嘿，安就好。啊，就爱做迄个卤食。能。直接配落去啊。嘿。唔免搁蛋哦。咩？就这样子啊，爱捞啊久。这大概捞行五六点钟。哎，歹势吼，五六点钟，阮无钱哈，还拦你去种车嘛？所以阮是咱拦两点钟的车尾费尔。安尼好，咱看咱囥个哩好咯。对。啊，等一下两年后，我袂骗，我们会变魔术。我即摆先过来体会吼，老师准备要来做迄、那个，然后出国比赛得冠军的迄个炒饭。好，应该这会让那个转同事，啊，这要阿好利啊。这个要交给我吗？嘿，不用有吗？唔免，即当然较来加油，因为首先吼，即鸭卵咱来甲炊落去，鸭卵先炊落去，炊落去伊够我度已经久啊，啊炒开吼，伊才安尼黄金色安尼蓬蓬大大安尼，爱佫改先经乎哦，对，你就要经经，咱等下较加油，好，爱先甲经乎油，先哦经乎散，等下较加油就对。
跟你以前迄个咱夹迄个金沙，什么金沙虾子啊、螃蟹啊，对，同款的意思，就是讲先打鼎，啊先甲煎两面，甲煮好散。嗯，好。老师，你讲有够水啊？我不够水，来，啊无来，好我来。好，你来啦，老师。来，那个这来这。啊，这这啦。嗯。这塑胶拢来这了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伊个也袂拍算，啊袂。黏住菜刀黏住老师，这个啊，你有啥物要叫我头前做跩？这都是独家袂使讲的秘密。哈，安尼你也知影讲他的诀窍伫遮。啊，该扣我包。好、哦，我紧。你有二开个扣一千嘛？我紧。你叫我做这工贵，还该扣我包。好，好，来，安怎变用？啊，这样子加紧。这蒜炒啊，哈。对。好，开会，炒蒜末。开小火就好了。对，安尼咱这样加落。哦，安尼有较油就对，啊，你用刀仔顶的就对啦。用手叮叮的。用手叮叮的好啊。嗯。啊，即马染迄个橄榄油。橄榄油。青姜菜哦，咱甲烫过。好。青姜菜烫过。料包。青姜菜爱先烫哦。嘿，因为咱要爱伊的翠绿色呢，咱要爱伊的叶啊。你也无讲，我就唔知，我就清清落去。老师，啊，这届哪会无瀑布啊？油烧少，我感觉。有产生那个。有了哈，有了有了。感觉来了哈。对，感觉到了。啊，用迄个蛋，迄个鸡卵的，敢会蛋啊？鸡卵炒开分袂芳。真的哦。你若爱用鸭卵，愈芳。真的吗？你欲罢不能。真的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开始有交色了。来，咱的来，要安怎？放咧黑蕊啊，遐。嘿，黑蕊。放黑蕊。阿慧，敢卖存较细？来。我存较细好。唔通人说出国比赛，下迄个料理，互我归伫我的手头就害。这台湾之光呢，伊得着介大个奖。泰国。哇，得着很大的奖。哦，奖项。得足大奖哦！对，欸，真的不一样哎。哦，还有什么？鸡汁。鸡汁哦。嘿，咱系鸡汁多啊。鸡汁。对啊，补充一点啊盐梅啊。补充一点点啊盐梅啊。安尼就比较好食啊。安尼，我哩。我哩看，它呈现了。呈现了。也不米好鸟鸟蒸哈，它如果嘿，我先吃一个。会伤咸吗？袂，感觉以往所食到的差不多完全是颠覆传统哈。对，完全你感觉不到，那不是我们台湾的料理，都是吃起来不是咱台湾的料理的对吧？就是好像你要去别个国家吃才吃得到的，用刚刚。那就是用在地的食材，做出五南洋风味吼。哎，真的。然后也不会吸感吸感，不会。哇。然后粒粒分明。对，这个超香的哦。这个无简单买着。什么无简单买着？这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馆。哦。台北。真的个。嘿，爱排队。一个人会使买一个尔。真的个。啊，我买十个，爱排十个。啊，一天要排五公里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这个无头买着。啊，无直接甲缀落就好啊。缀落吼，啊，比赛巡查这个去。真的哦，这个嘛是台湾之光的吼。这只有咱台湾的迄个故宫才买着。啊，真的哦。你一般的，对，你一般的迄个餐具行，你根本都买袂着这。伊实在就剃头计真欠，你知道？伊讲迄油吼，哈尼好的油吼，无笑起来安尼炸。伊讲安尼有进一届的豆条无菜，无啦，因为哦有粗用的嘛，对，有粗用跟幼用。好，一开始吼，咱爱冷油，这不是得油为主。老婆算粗用啊，幼用的。老婆，这万不一样，你看我穿件衫，突然变起来搞水啊。安尼哦，我说你都不要去接，怎你到电视先甲讲我派？啊，我讲我派，我无通去看啊。你安看手机啊？阮这今麦 YouTube 有现场直播。你知道不？
我知道了。欸，我来头讲，我就要叫帮我跟你讲，我当时要去报。啊，你先等你领导的电视吼，先家用好派啊，伊就无听见啦。这那边去追尾，哪有通啊？安尼像安尼性能，嘎嘎悠悠。你在烘焙的烘焙店？对。啊，这好啊，吼。来，再吃。贵了。做料理其实不用弄那么复杂的，你看现在的料理都是简单。我们刚刚说这个蛋啊，来看一下，咱给恁看一下，恁两安尼吼，这个蛋差不多五点钟，五点钟哦吼，五个小时才会上色。那是这样子，咱五点钟的两只。现在感觉在巴拉里面，没感觉在巴拉里面。对啊，巴拉那个两只刷够吃巴拉。哦，真赞！这卤粉五点钟就是像这个食水吼，人给恁看一下。这使摕卤肉用橄榄袋开吼，用瓶装吼，还是塑胶罐装吼？可以来，人客你袂用爱买这样。真的哦。你看咱安尼简单好无？啊，即马做一个简单的。真赞呢！你看。简单就画，反正自己画安尼吼。用手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就是美感就是在这里。安尼就好哦。哦，伊的美感，啊，过来，咱我先写下来。因为我惊做的料理，即摆做这个，哦，嘛是为安尼吗？爱闭气哦，手袂使喘，袂使小麻痹喘喘。哈哈哈！水在无？水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嗯，有你真好。你看我这只手指头还不错用，来来来，给你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水耶呢！好，今天呈现。这水耶，今天就是我们呈现的哈。五星。虽然是一个节目，让你学两项料理啦，你算赚到，你知无？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哈，受益良多。而且，既然观众朋友哈，今天咱来这个黄金炒饭，跟着咱来这个红茶鸟蛋。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，你有 OK 不？你大家拢会当出国比赛啊，哈！我想不起咱的阿勇在今日的主持人，谢谢。下次我们期待美食天地再见喽，拜拜。